我今天就把这话撂在这儿。我嫂子去世快10年了，等你抓住了凶手，你娶谁都行，唯独赵春雷不行。我陈宝顺这辈子绝对不会让赵春雷进咱们陈家的门，我也绝对不会叫赵春雷为嫂子。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叔，咱们今天不谈这个，好吗？那我还不想谈谈呢。 哥，咱哥俩不能让赵春雷耍，不能让他骗呢。哥，不会再有人骗你了，顺儿。哥答应你，从今以后任何事情，永远永远，哥都不会再骗你了。哥还像以前一样照顾你、关心你。顺儿，哥希望你回家，是希望你能给明美一个机会，给你们的家一个机会。你一个大男人。 跟哥回家，我们一起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，好吗？好，哥，赶快进屋吧。 陈队长在不在啊？怎么又是你？你找我们队长啥事儿啊？他不在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妹妹和她弟弟宝顺啊是两口子，他们最近呢闹点小矛盾，我过来找陈队长商量商量。我说赵陈雷啊，我们陈队长他破案是把好手，可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你说你总来烦他干嘛？那这弟弟妹妹的事儿，我们这儿做哥哥姐姐的总不能看着不管吧？ 不是我说你啊，你那个妹妹吴明美啊，你也得好好管教管教。我们宝顺，我不能说是看着她长大的，但这么多年，我也是非常了解的。她忠厚善良，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个好男人。这他们夫妻要闹矛盾，肯定就是吴明美的事儿。他们俩的事儿啊，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。我这不是来找陈队长商量了吗？ 我跟你说了，别有事没事就找我们陈队长。你先回家好好教育好吴明美，别让她仗着自己好看漂亮就显摆就臭美就欺负我们宝顺儿。我们可不答应啊！好好好，那我回去好好教育吴明美。陈队长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能在这儿等他吗？别等了，他今天有事不回局里，你走吧。 陈队长，哎，怎么样？你可回来了。见到明美了。见过了，我跟她都说好了，宝顺呢？宝顺也答应我先回去再说，太好了。是啊，我这就带明美过去跟宝顺好好谈一谈。那孩子还是先放他姥姥那儿吧，万一吵起来，别当着孩子的面。你说的对，是应该让他们好好的开诚布公的谈一谈。我这就去。啊。哎，对了，陈队长。 还有一个事儿，啊，罗桂花今天来找我了。他终于向你坦白了，那孩子不是徐海洋的。你什么你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事实的真相不是不会到，只是有时会迟到。你说的对，不过迟到的真相也是真相，海洋在天上也会高兴的。那他说没说孩子他爹是谁呀？
没有，他就说那个男人抛弃了他，他就当那男人死了，所以他才从家里跑出来的。看来罗桂花的确是走投无路了，才赖上徐家，把徐海洋做垫背。说说说，见面就说个没完，哪有那么多话说？那肖伯母知道这事儿了吗？还不知道。我让罗桂花先别告诉他，他现在身体不好，我怕他知道以后，这个事对他来说这么大的打击，我真是不敢想象。那就先别说了，找着合适的机会再说吧。肖伯母要知道了这个事儿，肯定会接受不了。喂。啊，局长，啊在，啊队长在。啊好，我马上就请他过去。行了，我还先去找明美吧。只要他们俩肯好好谈一谈，就是好开端。到时候咱们俩就见机行事啊。陈队，你可回来了，局长让你马上过去一下。好，行，我马上过去啊。那赵春雷，回头见。好。哎，赵春雷，这你咋还要见呢？有啥话聊半天都聊不完。小丁同志，再见。哎，你别忘了，回家教育好你妹妹啊。知道啦，小丁同志。走吧。你让我跟他开诚布公的谈，这有用吗？陈宝山能接受吗？他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明美，事到如今，他有权知道真相。你应该把所有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他，这是你应该有的态度。我说清楚，我告诉他，告诉他，他就能接受我吗？他就能继续跟我过下去吗？原不原谅你是他的事儿，说不说清楚是你的事儿。明美，我们骗了他这么久，是应该给他一个交代了。交代？我拿什么给他交代？交代了，他就能养家吗？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这辈子算是毁了。明美，你不要灰心。不管你跟宝顺以后怎么样，但你毕竟还有家宝啊，还有孩子，能不能别跟我提家宝？陈宝顺说了，陈家宝是他的耻辱，是他的笑话。可是他不知道，陈家宝更是我的耻辱，我的笑话，是那个毁了我一辈子的人。明美，你可不能这么想啊！家宝只是一个孩子，他是你的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可就是这个孩子，才毁了我的一辈子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能嫁给陈宝顺吗？啊？我能过上现在的日子吗？我现在根本不想面对这个孩子。我不知道我是该爱的还是该恨的。个小东西，谁让你吃了？啊！给我放下！姥姥说家里的东西我都能吃。千万别听你姥姥的啊！你叫陈家宝，姓陈，你不是这家人，在这个家里边，所有的事儿都得听你舅舅我的。这家姓吴，
听着没有？我妈妈也姓吴呀。你妈是女的，她那个吴跟我这个吴不一样，她那不算。雪儿妹妹也是女的，她也姓吴，她算不算呀？嘿，我说，你跟你舅舅我杠上了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在我家住几天没问题，但是在这个家里边所有的事儿都得听你舅舅我的，听懂没？哦，舅舅，我能吃橘子了吗？吃吧。哎，你这孩子吧你。哎哎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捂上捂上捂上，别滴下来。我说啥？让你偷吃橘子，上火了吧？有什么话，坐下来，咱们好好说。张春蕊，你给我闭嘴！这家里事大事小都是我们陈家的事儿，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是，这是你们陈家的事儿，但是明美是你陈家的媳妇儿，她也是我妹妹，当然关我的事儿了。顺儿，你冷静一下啊，都坐到一个屋里了，好好说话，听哥的，让明美说。让我说是吧？家宝，家宝是强奸犯的儿子。王石，做梦你都想不到。你养的是一个强奸犯的儿子，吴明美。是，是。你让他把话说完，好吗？让他说什么？哥呀，我想不通了。你怎么和吴明美还有赵春雷这两个贱人一起蒙我呢？顺儿，让明美把话说完。第二天我回家了，我本来想把这个噩梦偷偷埋在心里，可是我没想到。是你？是谁呀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昨天树林里那个，让你胡说八道！你说巧不巧，就被这么一个女人看见。可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女人呢，又偏偏成了我的姐姐。老天真是捉弄我！恭喜你啊，女同志，你呀是怀孕了。我怀孕了？就那么一次啊，老天爷！就这么一次，我怎么就怀孕了呢？我本来
什么？把这孩子给打掉？可是他们都不给我打，我没有证明啊。所有的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。后来我就想，我自己把他弄掉。不管我怎么努力，这孩子就跟种在我身上一样，拿不得，也甩不开。所以，你就想着我，让我做他的父亲。宝顺，对不起。可是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一个20岁出头的姑娘，我真没有办法，我必须得给孩子找个爹，我得赶紧找个人嫁了。所以我就天天让我妈给我介绍对象，我没有时间挑了，我这肚子就是个定时炸弹，我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正好那个时候呢，你跟我说你喜欢我，我觉得你人也挺老实的，我就想着跟你赶紧把婚结了，能蒙混过关，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就是万事大吉，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。为了骗你，我还伪造了证据，让你相信我是第一次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你哥哥竟然是刑警队队长陈建国，谢大彪的案子就是他经手办的。怀孕的时候呢，我还能支支吾吾蒙混过关，等孩子一出生，我就知道我再也骗不下去了，所以我就去找了赵春雷。我知道，只有他能帮，也只有他会帮。去求了你哥，我就知道是你，赵春雷，我就知道是你，宝顺，对不起。说到这儿了，你想听不想听，我都会说下去。我以为瞒下来了，从此我就可以好好过日子。可是我有错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陈家宝，他不是你的孩子，怎么都成不了你的孩子。我知道。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我现在就恨那天那个畜生，他为
什么不弄死我？他要是弄死我，就不会有现在这些事情了。我替强奸犯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，我知道你接受不了，我知道啊。可是你想想，你想想，明明有他的苦衷，他也是受害者。很不容易，对吧？还想让我怎么冷静？我跟吴明美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只有一条路，离婚。你离婚，孩子怎么办？能不能为家宝想想？他那么小。家宝，他爱是谁家的宝就是谁家的宝，他跟我陈宝顺没有关系，他不是我儿子，他跟你陈建国也没关系。你姓陈，你明白吗？你别老把家宝当成咱陈家的孩子，你这么做对得起咱爹妈吗？我都替你臊得慌。喝点水吧，你别哭了啊！怎么样，够坦白了吧？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你们都听过瘾了吧？啊，咱们应该理解宝顺，华生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，一时半会都会接受不了的。宝顺这个人啊，是个老实人，他心地善良，再给他一点时间，也许他能理解你，会原谅你的。再说还有陈队长，陈队长也会帮着说服他。赵春梅，你满意了吧？明美，明美，离婚，我同意离婚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就解脱了。明美，你要去哪儿？哥，我知道你是帮我的，可是事到如今，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明美，你听我说，
顺儿的脾气我了解，啊，你给他点时间。哥，这件事打一开始就是我的错，有现在这样的报应，我认了。别那么说，咱们都还是一家人。谢谢你哥，我吴明美就是再不要脸，也不会赖在陈家了。谢谢你哥。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家宝的替换衣服再给我拿一套。好，我去拿。家宝这孩子怎么老是流鼻血呀？明美跟宝顺吵架那天也是，有没有带他去看一下呀？我给忘了，宝顺带家宝去过医院，才闹出那个血型的事儿来，我就忘了问家宝这个事儿了。不知道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明天我去厂里问问宝顺吧，这孩子老流鼻血不是个事儿啊。你工作忙，还是我去吧。我明天一早啊，去找宝顺拿结果，然后再带孩子去复查一下。还是我去吧。你听宝顺今天说的话，他肯定是误会你了。他一定认为明美的事儿是你指使的，我和明美之所以骗他，也是你挑唆的。哎，误会就让他误会吧。以后找时间再慢慢跟他解释。再说了，确实是咱们骗了他这么久。你放心吧，明天啊，我就是去找他拿检查结果，不会跟他吵起来的。我先走了，春雷，谢谢你。哟，桂花，你这干啥呢？啊，一大早到现在，你说你就没停过，擦这儿洗那儿的。别擦了，别擦了，快下来下来，别摔着。
哎，说这点活算啥呀？我在乡下的时候，每天都下地，干的活比这重多了。乡下是乡下，你歇歇吧，啊？俊俊呢？啊，俊俊上秦老师家玩去了。啊，对了妈，您那个衣柜有一抽屉坏了，我叫人来修了，待会儿就来啊。哎，不不不，不用修，那个衣柜我从来我都不用。那坏了多长时间了？不用修，不用修，不用修。啊，你，哎呦呵，我这发现你这干活哈，这个从这个活干到那活，你这跳跃性也太大了啊。妈，那个茶给您沏好了，您最喜欢的茉莉花茶。您待会儿呢就喝着茶，看看报纸。我洗菜做饭去了啊。海洋啊，都看到了吧？啊，你说这罗桂花虽说没啥文化，以前也愣头愣脑的，哎，怎么突然就变了，变懂事儿了呢？说话也体贴了，啊，也能够疼人了。这家干活这麻溜劲儿，都快赶上赵春雷了，奇怪不奇怪？不过也好啊。进步了就好，总算是个好事儿。哎呀，进步的太快了。桂花嫂子，桂花，谁来了？小姨，是我。哎呦，一敏啊，你都好长时间没来了，赶紧坐，赶紧坐。怎么样啊？在文化馆实习一定很忙。啊，是吧？那个桂花啊，给一敏沏杯茶，也要茉莉花的啊。我手脏，让他自己倒吧。别，你。哎，这个人啊，你说真是，我刚表扬完他，我说他懂事儿了，你看这是没礼貌、没教养的毛病又犯了，他禁不住夸。咱俩说咱的，不理他。渴了喝啊。啊，我不渴，我不渴。说说看，喜欢文化馆吗？哎呦，我太喜欢了，小姨，那儿的氛围啊，特别适合我。啊，喜欢就好。啊，我就知道你小子行。桂花啊，桂花，哎哎。你说这孩子猫一天狗一天的，不哪根神经打错了？没事，咱俩聊自己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咱说咱的。对对，不理他。咋样啊？黄馆长对我挺满意的。好多宣传稿啊，都让我写，有几个重要的会啊，也都带着我去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小子行，聪明。那就是说，留文化馆工作，基本没问题了吧？小姨，我今天来也是为了这事儿，能不能麻烦您给黄馆长再打个电话问问？我听说还有两个外地回来的大学生，也想进文化馆，可就这一个名额。小姨，哦，我明白了。我给你透露个消息啊，这黄馆长啊和海洋他爸爸是老同学啊。是吗？是。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问问情况啊。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不过能不能留文化馆工作，这主要看你的能力和你的表现啊。我呢只是大力举荐，走后门的事咱不干。是是是，那是那是。一敏，你要真进了文化馆工作呀，咱得好好干，不能给母校丢脸。小姨，您放心，我保证努力工作。真好。哎呀，一到这时候吧，我就想起海洋。海洋这个孩子命苦，那么年轻就没了。要是他还在，他也会跟你一样年轻有为。
朝气蓬勃，多好。小野，您就别再难过了，保重身体要紧。我说过的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，我就是您的海洋。啊，小野啊，那个赵春雷最近还来不来呀？小野，您怎么了？你干嘛这么笑呀？告诉我，是不是喜欢上赵春雷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小野，你可别这么说。喜欢就是喜欢嘛，那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我都喜欢上赵春雷了。你说这些年啊，赵春雷对我，对了桂花，啊，对俊俊，真的没说的。有一句老话说得好。说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这赵春雷这孩子给我印象太深了，太好了。我觉得她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好姑娘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，是好，是好，是好就抓紧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你喜欢赵春雷了。哎呀，小姨，您就别开玩笑了。我对赵春雷，我对他怎样且不说，关键是他对我好像，好像没那意思。没关系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去帮你说和说和。不过呢，你也应该理解，赵春雷现在心里还装着海洋呢。海洋这么优秀，他放不下，这很正常。不过你现在也很出息啊，闹不好你们俩还真有缘分呢。你不也说了吗？让我把你当儿子看，海洋不在了，还有你呢，你在呀。是啊，小姨，只要您肯认我这个儿子，其他的事儿都不重要。轻轻吹过雾霭，乘着云伴着歌悄然离开。当飞鸟静静越过山脉，陪往事一杯酒微微到来。那时爱过的，恨过的，都
心痛如浮沉浮现，爱过的恨过的都已渐行渐远，别再回头，别再等候，爱即是所有，别再回头，别再等候，爱即是所有。